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主要画科之一。山水画的历史虽然不如人物画悠久，但却后来居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中最特殊的典型。中国的山水画，唐以前山石树木都只是依附于人物的陪衬，例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山水树石都只用线条勾勒，还没有皴擦的技法。初唐使用线条勾勒的青绿山水，则将山水从人物画独立出来，结构上也有了初步的完成。相传为李昭道所画的《明皇信蜀图》，就是很好的一幅例证。到了唐末五代，山水画已成为重画之长，水墨山水更成为山水画中的主流。两宋时期奠基于前代技法和理论的基础，以及文人精神生活的理想和寄托，山水画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写实精神发展到极致，转而趋向于抒情，重精神而轻形式。元代的山水画更注重表现形式的追求，诗书画紧密结合，形成文人画的鼎盛时期。而明清两代由于摹古仿古的思想兴起，造成绘画发展的停滞。民国以后，中西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绘画也兴起一股革命浪潮。欧老师承袭岭南画派的画风，在山水画方面同样透过对大自然的紧密观察，多年旅行蓄积的写生基础，以及长年累月所锻炼的扎实笔功，故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创高峰，为台湾当代画坛开创新局。黄山自古被评为天下第一名山，徐霞客更赞叹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奇松、巧石、云海、温泉，素称黄山四绝，令人叹为观止。欧老师描写黄山的作品不少，黄山始信峰和黄岳青云都采一开一合的构图，由前景的杉树开展，后方的树峰紧密应合，中间以云气隔离，营造出迷离神秘的气氛，跟本集即将示范的画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山玉屏雪则采左下右上的对角线式构图，描写黄山玉屏峰雪景，前后景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云气，却利用浓淡的对比，成功营造出迷离的气氛。中国的绘画的发展啊，山水人物、动物、花鸟虫鱼哈，其中尤其是山水的发展啊。在长远以来啊，水墨方面会特别强调啊。好，举个例子，动物啊，有那个花卉啊，都强调，因为不同的那个毛色啊，或者不同的植物的花叶的颜色啊，会彩度比较强。山水因为大自然啊。那个沉厚的大自然啊，那么在表达上啊，那更用沉着的笔墨、沉着的水墨去，可以就能好好的操作啊。因此啊，我是以强调
以这个浓淡的水墨开始。郭熙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今天欧老师所画的黄山始信封，是多次实地写生后，再经一番内化取舍后的作品。欧老师采高远的观点，一开一合的构图作为这幅画的基础。定主宾，使主宾分明，是创作一幅画时最首要的步骤。中央位置的主峰是这幅画的主，用墨要浓，其余两侧的山峰是宾，用色要淡，以此显示山的远近。在构图上，同一主题的画作应避免重复，并忌平铺直叙，应在构图和内容上力求丰富和创新，使同样的主题也能呈现不同的风貌和趣味。山上的树大概都一般来说，从松柏啊这一类啊，都是一个主要的树种啊。即使有些树看到一个树顶，下面树干一部分已经到纸的外面了，那表示前景的非常近的地方，也在画家所掌控之内。画家也可以把前景有些地方不需要画得那么清楚，就像我们眼睛，眼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眼睛，注意看前方，有时候反而前景是属于最近处啊，有些该要清楚的部分，反而有时候就朦胧这样子，就带过了。这样的话，我们也看到有近的树，也有近处的树也偶尔有浅一点颜色的，就会让画的景物啊更多虚实。那个春，山水的春，就是刚才这个山水的春，每一层山水的春，姹就是一个春一个姹。一笔墨插上去都很重要，因此用笔啊也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完整的笔，一笔下去完整的，有散笔就是并不是那么完整，还让它松散下来的，就完整的笔跟散笔，这两种下笔啊你都能有操作的话，就是山体啊，山体所需要的就在其中。那么现在呢，刚才画树，现在我再充分的把这个树有操作，也透过这样子，就是把树的远近有操作出来。画山必须先观察形势，形就是高低、大小、圆肩、雄秀等，势就是连绵、起伏、曲折、矗立等。所谓远看其势，近看其直，这是在写生阶段就必须仔细观察，当进行创作时再将它内化，并以不同的皴和擦的技法加以表现。就从这个画的直角的边呢，你现在看到
在近前中部地方，中比较指的中间地方有主峰之外，这里呢，陪衬的对这个山头啊，就从左边这里，我做出了一点交代，就左边这又有陪衬的峰，因为假定这个左边的山还不算太远的话，那就还可以有画一点远树啊。那这个左边你看到除了山这个峰连，从左边向外发展出来，让这个画面左部的山区啊有个跟不单出现，跟前景啊也有一点关联，这样的话这个画面呢就显得前景跟远景之间的行界啊多了一个可考量的基础啊。还有山上也让它显得有一点树木，我现在开始做染。这里面呢跟着这个树的重，这个墨很重，那你可以染暗来暗度来配合这个树的墨很重，加强它的暗度。就把已经是前景的这个暗树啊就加强到更暗，不但这个树暗，连这个空气感也做出来，这个空气感因为有了这个这支笔啊，排笔本身一边是清水，另外一边就沾了这个浅的，以及到浓一点的浅的到浓一点的暗色，这个暗色通常是墨蓝啊、墨绿啊，或者什么墨汁啊，这都是暗色的，这可用。有聚有散的地方，什么叫聚？就是多的地方，那春纹很少，或者是故意笔墨放跳过不没有春纹没有笔墨的地方，也就是聚上的上，所谓上就是散开，不聚在一起，这是我们所用的俗语是如此。那么那个地方显示的是什么呢？就显示有一点云气过来了，造成那个山区的线条以及到春纹都用省掉了，来避开有云的地方。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云的趣味也就在这种地方就做出来了。所谓我们画云山啊，怎么样能画云出来呢？云就是不画而露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但是你怎么能让它露出来呢？画家对于
这个有云该有云的地方，怎么样去把这个山区的该有的，当时山体该有的，线条脉络、春纹都省掉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所谓省掉，就是让它有机会露出空。那么到染色的时候呢，就故意把那个空的地方就留白，就留下空，就是不是留白了，就留下空，留下空。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就用暗色把它处理，好像这里。